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情报现场，我是主持人聂建中。那么两岸的这个关系呢，这个相异的呢，慢慢的在开祖治国之后呢，相异的接近。那么两岸的这个金融合作、金融监理的事务呢，也不断的加强。那么11月16号，我们期待已久的 MOU 终于签署。MOU 签署之后，对我们两岸之间对国家、对两岸的民众，甚至对两岸将来的金融走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我们今天来探讨我们的这个 MOU 签署之后呢，对两岸的这个国家或者人民呐，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我想，金融呢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那么金融的好与坏呢，像这个带动着国家经济的这个成长一起飞。那么我们今天呢，对这样的议题呢，我希望那个民众呢能够呢彻底的了解，那么到底 MOU 签署之后对两岸之后的影响如何？我们呢将请到这几位呢专家学者来跟我们呢做 MOU 签署后对两岸关系影响的探讨。那么这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个来宾呢，首先我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呢，第一位是我们台大财经系的黄达业黄教授，黄教授你好。好，大家好。OK， 那么再来呢，我们请到我们台大这个国企系的教授卢信昌卢教授，卢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OK，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 MOU 啊，实际上啊，在这个很早这个年初呢，这影子就已经出现了哈。那么在几次的江城会，我想在尤其在4月26号的时候，那么江城三会的时候就曾经这个签署了一个所谓的金融合作协议哈。那么确定了我们两岸的银行可互设据点，那么我们的货币的现钞的互换的供给兑换呢？等等的一些协议呢，也在当时呢有一些影子出现。那么当然民众呢期待已久，就是说 MOU 签署之后，可能金融业那么将来的商机可能会过更大，那么对到对岸呢去经营的这个版图的扩张，也将有一些这个获利的商机。那么但是呢这个已经讨论了非常久，终于在这一次11月16号我们终于签署了。但是其实对 MOU 这个议题有些这个民众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是 MOU。 我想我们是不是现在很简单的呢来探讨一下MOU 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么让民众能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都是我们在这金融界非常权威的一些专家尤其我们请这个黄教授，那么他本身也是台湾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对台湾本土的金融这个事务，或者对两岸的这个金融走向都非常的了解。我是不是先请教一下黄教授，那个 MOU 能不能让民众了解一下，到底 MOU 象征着什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基本上 MOU 我们应该讲完整叫金融 MOU， 就金融监理合作的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就等于说双方的一个共识。那金融监理 MOU 它这次主要是规范两岸金融监理当局有关银行、证券、保险这些领域产业的一些监理的交流尤其有关金融资讯交换金融危机的处理，甚至金融资讯的保密这种种这些业务的一些共识，签订双方未来合作的一个方向跟纲领，所以作为将来进一步两岸之间交流的一个参考。当然它真正要产生效益，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跟 ECFA 连在一起，那 ECFA 就会谈实质的内容实质的内容以我们这次金融 MOU 来讲呢， MOU 签订说我们之间交流是涵盖哪几个领域哪几个产业就规范在银行、证券、保险，所以我们台湾金管会呢就跟大陆这三个单位一起来签约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理的机构两岸这个监理就来互相签。那有关这个产业部分呢，将来要做哪些事情，就我前面讲比如金融资讯的交流金融检查、金融危机处理金融资讯保密这种种的一些将来处理的共识。所以就对金融 MOU 来讲将来是用分行还是子行来设立，还是说策略联盟策略联盟部分，那这部分就在我们这次的 MOU 把它签订下来，至于要开放几家，然后它当中的资本要怎么样要求，然后两岸之间怎么样互惠，那这部分呢还有哪些业务哪些业务，包括像人民币可不可以承受人民币存款放款，或新台币的存放款业务，那有几家可以开放，那这实质的东西就跟 ECFA 里边在 ECFA 里边来谈这是大概一般的民众会对MOU 金融 MOU 会想知道的部分所以我简单这样子说明一下。Okay.
好，我们谢谢黄教授呢，刚刚对我们的 MOU 的定义呢做了一个清楚的介绍，而且呢还把这个 MOU 啊里面的一些深层的内容，包括它是以这个我们所谓的监理为主啊，也就是金融监理为主，甚至呢谈出到 ECFA， 如果将来 ECFA 再签的话，可能呢、啊、我们可以更升格为 VIP， 就更有多更多的实质的这个业务啊可以真的履行哈、啊。所以呢，我们讲 MOU 啊，对我们台湾的确是很重要，对金融业将来走向很重要，但是我还是呢。觉得有些民众可能对基础 MOU 可能他定义更想要清楚的了解，我请教卢教授，你是不是也把 MOU 的定义也能够用你的语言诠释给我们观众听一下？当然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贸易的形态其实不只是限于商品货品的这种运输，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样一个所谓服务业的这个贸易，那金融分行的海外设置或者以这样的一个金融业务的海外拓展，基本上就是一个服务业的这种外销形式的出现，所以除了说它的服务据点恐怕是在国外，那但是对整体而言，它对台湾而言还在于创汇的过程，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拓展呢，就会涉及到谁来对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海外经营做管理。那以金融业而言呢，还是由这个银行的母国去做监管啊。MOU 的 understanding 它的一个概念哈，不过这里啊有人在说这 MOU 啊其实它不具法律效用，对不对？那到底它有没有具法律效用？黄教授，你觉得它有没有法律效用？那它如果有或没有，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实质约束力呢？啊、哦，这部分大家在谈这法律的部分，其实我们一般观众啊应该比较关心说 MOU 这个内容签完以后，对于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好，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谈说，下个阶段应该是谈 ECFA 的签订。那 ECFA 如果签订的话，那对于 MOU 这个备忘录呢，才会真正发生它的功能。那现在一般把这个例子啊，都当作说这是一个入场券啊。那另外一个 ECFA 就当作一个什么摇滚席的 VIP 座位啊。那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见解。那我个人是把它转成说，一般人应该会比较把这个它的法定效力应该看成说，我们到那边真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这是一般民众比较关心的啊，金融业者比较关心，那监理单位也比较伤脑筋的部分。但是到时候谈判的时候，比如说希望大陆有几家银行过来，我们这边有几家银行可以过去，那我们过去的话可以做什么事呢？是设分行呢，还是设子公司，还是进行策略联盟？啊，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业务呢？人民币存放款业务吗？还有大陆可以有几家进来 ？OK， 好，那个我们黄教授呢，刚才也跟我们叙述了说，尽管这个 MOU 在签署的时候可能不是真正具有完整这种法律效用，但是它对将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啊，对两岸之间不管是政府或人民这样的影响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段先进一个广告，下一段再继续讨论。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醒报现场，我是主持人聂建中。那么刚才讨论到我们 MOU 的基本定义，我们知道 MOU 实际上是不管是国家或企业中签署的一个所谓的不成文的一个这个契约，那么这样的一个国际契约呢，实际上并没有法律的完整的效力，可是它有一定的约束力。为什么呢？因为这都代表着国家或者企业的名誉以及道德责任，所以呢 MOU 签署之后，实际上两国或两个企业之间呢，实际上很多所契约下所订立的东西就应该要实质去运行。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黄老师提到，我们这个里面实质有谈到监理的部分。监理里面我们知道的有五个最主要的部分，是资讯交换、资讯保密、实地检查合作、紧急事件联络及平常两方人员互相联系等等的哈。那这五项监理的这个金融监理的这些内容呢，好像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非常硬的东西了。但是呢，我们民众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两个签了以后，在这样的监理之下，到底对两岸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又民众呢，又怎么样能在这实质的签署之后哈、啊，他们能够做哪一些方便的、便捷的业务，比如人民币交换等的哈？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还是请教一下黄教授，你觉得这样签署之后对两岸的影响哈、啊，你能不能再勾画一个这个愿景，然后让民众知道？好，我想这样子哈，那个影响层面从，从第一个是台湾本岛。啊，对金融机构、金融产业，第二是大陆市场的产业的影响，另外就是台湾的民众有哪些影响，或大陆民众有哪些影响，大概是四点比较精简点来讲。第二，对台湾的产业的影响啊，这个 MOU 签订以后，大陆资的银行一定会到台湾来，那到台湾来以后呢，它的经营呢，跟我们一般的民营企业的经营的目的不太一样，因为陆资基本上它是以政治利益作为考量。而且他在大陆是获利非常的可观，所以在台湾市场呢，早期他绝对不会以赚钱为目的，一定以政治利益为主要考量。所以他来这边的时候，对我们产业的冲击也会非常大，尤其是对那后段班的一些比较体积面积不是体，就是规模小，然后经营不太上轨道的银行，第一个会被受到陆资的冲击，说不定就倒闭或被诟病。那陆资银行在台湾的话，基本上他的存款。放款一定是先充实业务为主，充实业务呢，他存款一定会把利率定的比较高，放款利率定的比较低，把现有的外商银行的大客户把它抢过来，然后把台湾既有的银行的一些客户存款客户把它吸引过来，所以他早期呢会把市占率尽量充实，那达到最大的政治利益，那不顾这个成本。那对大陆产业来讲呢，大陆金融业来讲。MOU 之后，台湾的金融机构一定到大陆去经营。那台湾金融机构到大陆的时候，它经营的效率一定比陆资的金融机构要高，那也比外资金融机构要更本土化，所以它的竞争力会非常的强。所以如果说透过策略联盟像厦门银行这样子，那台湾的金融机构跟大陆金融机构会互盟其力大家都会跟着来成长。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应该是两岸监理单位应该是比较重视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台资就进去那边是设分行，或设子公司，那这部分来讲呢，台资金融就要竞争的话，那基本上 ACFA 要给他赋予那个人民币存放款业务，他可以在就地取材、就地取得资金，那迅速壮大，那再开拓市场增加市占率。那对台湾的民众的影响，我想陆资来的时候，一般民众第一个他。存放款业务一定会得到立即的好处，就存款利率会比较高，会有一些新的这些陆资的银行可以用比较高的利率来吸收存款，所以民众存款的报酬会增加。那更重要的是放款，就民众想要借款的话，像可能有些到地下钱庄，有些借不到钱，或用比较高的利率来借钱尤其是大企业现有跟外商银行往来的话，它的利率条件可能没这么好，但陆资银行来的时候，可能多一个选项。会借着来杀价，所以我们不管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一般民众，其实也会受到 MOU ACFA 签订以后的整个金融生态变动的影响。那大陆民众也是一样，他在消费金融部分呢，或一般银行服务品质，可以受到台湾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优质的服务跟强劲的这个消费金融的业务业务品质。我想这些部分呢，可以让大陆民众直接领教到所谓台式的台资的这企业。台资银行的一些高水准的这个经营效率，我想这几个 impact 都是一个未来呢，大家短期的半年、一年，马上就会影响到，马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是哦，黄教授呢，他谈的非常多哈。这个 MOU 签署之后啊，对两边的这个我们讲的两边的我们所谓的金融业都一定有这个相当深远之影响，甚至谈到对民众的影响哈，一些这个它便捷，包括人民币兑换，甚至它的以后的业务的选项变多哈，这个。都是对这个MOU 的前景的一个勾画。那么但是呢，这个对两边的银行的影响哈，刚刚提到哈，这个有所谓的目的是不同哈。那么比如我们知道大陆的经营体制非常大，那么我们台湾奶水是有限的，那么大陆的这个庞大充沛的资金，可能是我们很多金融业界想要去
在那里能够扩大它的获利商机，扩大经营版图的一个想法。但是大陆刚刚这个好像提到，这也有可能他们有属于政治目的，比如他们讲统战，那么即使他们不是以获利为目的，也有可能过来到我们这里做一些他们这个金融业务的经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影子，卢教授你可以从这里角度这个分析一下吗？我想当然这个整个大陆的商业经营背后没有任何政治意图，那这部分其实是不需要多怀疑了，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常希望以台湾的整个这个国家能力，希望对我们的一些台商的投资，比方讲我们经常鼓励我们台商到巴拿马到多米尼加去做一些投资，来换取一些外交上的这个优惠，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些政治考量下的一些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有，剩下当然说这样的一个商业活动的这个发展是已经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管控，以及呢它的伤害是非常的无远弗届，然后最终甚至于有伤害发生之后我们没有能力富裕或者是管理的这样一个面向。那因为两岸的资金毕竟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通汇管道跟管理，那加上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大陆的这些银行的开放加速也都有一些设限，然后在台湾其实渣打呀这个花旗啊等等几家大的这些外资企业，他们资金成本其实比起大陆的银行恐怕是更低而不是更高，因为可以看到大陆的利率其实是澳洲以外少数利率非常高的一个国际的这个单元，所以如果说以这几个角度来看，他们资金成本相对高，我们对他的一些管控面向也有一些落实的空间，加上台湾社会基本上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心防嘛，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要对台湾的这个民众产生影响，那恐怕这样的一个以吸收存款的方式来进行是不容易的。对，可是卢教授刚刚提到一个，因为他们就说以大陆他们本身金融机构来讲，他们的这个资金成本是较高的，也就是他们给的这个利率会比相对于外资银行或者是本土银行要高，这样子听起来对人民是有利的。当人民像刚刚黄教授讲有多余的多的选项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找这个利润较高的这个大陆的这个银行去做他的存汇这个存款的业务嘛，哈，那这样对人民可能就是一个利基嘛，哈，但是这样会不会有一个到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倾向，就是一个倾斜的现象，让这个所有的民众的资金都到大陆的银行去投放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这个黄教授您觉得呢？我想陆资机构刚来台湾设分支机构的时候，他的经营的 know how 当然会比不上台湾啊，比不上台湾的品质啊，除非他在台湾这边呢，他有一些特殊的经营方法，比如说他用台湾的人才，用台湾的模式来经营。那早初期应该没有这么快啊，因为这些 know how 都是长期培养的，所以他可能是从台湾挖角，挖个总经理啊或者资深副总来帮他操盘。那这部分那就有可能引进台湾的这些服务态度，要不然光是从存款放款，而且这个利差如果也不是很显著的话，一般民众也不愿意解约发生损失，然后把资金转过来转到陆资银行，所以我觉得有影响，影响可能一些本来就已经到期了，或本来就准备要开始 shopping， 到时候找看哪一家银行会比较高的，这些客户是有可能。还有放款也是，他本来的放款就还没有到期，他当然会继续拥有。等到到期以后要 renew 的时候，可能想，那陆资可能比较便宜，我再来。啊，有时觉得说，陆资虽然比较便宜，但服务态度比较差，或其他部分比如像台资银行，它可能还是有其他考量，所以价格也不见得是唯一的考量，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这个黄教授这边讲得很好，这个也是我亲自常去大陆啊，这个在大陆开户的时候一种感受。刚提到这个，所以他们的金融服务，大陆金融服务的确是比台湾要差的很多，而且他们的金融效率其实也比我们差，他们欠缺金融效率、金融服务，所以即使他们的这个资金成本较高，让民众有较获利的机会，但是，往大陆这个去倾靠的话，不一定就得利。而且台湾我觉得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台湾的金融技术，以台湾的经验优势啊，都是胜过大陆这个金融机构是非常多的哈。那么我想呢，我们刚刚对 MOU 啊，整个这个定义之后呢，又对
这个 MOU 对两岸的影响以及人民啊的一些好处呢做了一些分析。那么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MOU 开放是对所有的跟钱有关的一些机构，包括证券啊保险呢也都应该涵盖在内。待会呢我们来继续探讨啊有关这个证券和保险呢到底 MOU 签署之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进一段广告。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好想活着，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我是易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花式滑冰亚洲冠军，但医生说我得了骨癌。我想努力活着，因为我热爱生命。我是 Dora，今年13岁，我好喜欢音乐，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拉大提琴给爸爸妈妈听了。在人生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跟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如果生命可以交换的话，你愿意跟我换吗？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请你帮我们好好活着好吗？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警报现场，我是主持人聂建中。那么我们呢，在 MOU 的定义之后呢，我们分别介绍 MOU 这个所谓签署之后对两岸政府或人民将来的影响，或者它利基在何处哈。那么这里呢，我们刚刚对这个银行业开放之后呢，两岸的影响稍微做了一些琢磨。那么我们现在呢，再请到我们太平洋证券的一个研究员哈，就是我们的江义展博士呢来做分析，就是我们 MOU 开放之后哈，那么到底我们这个对我们证券业影响会如何？那么江先生你好，谢谢聂教授的介绍。那主要针对期货，就是证券方面跟期货方面的介绍。那以证券来讲，最首要的就是证照的问题，因为两岸两边的证照现在目前为止还没办法互通的状况，所以你在承办业务上，你在没有证照之下，你在大陆要进行业务的拓展，其实是有限的。那大陆方面要到台湾做一个拓展的业务，其实也是一样卡在证照的问题，所以证照是首先第一个证券业必须要克服的问题。两边的证照如何互相的认证？那另外一个就是业务的部分。那 MOU 现在整体架构下没有谈到台湾证券商到那边的经纪业务，还有自营业务，甚至到承销业务的部分。那细项目前为止，整个在 MOU 的架构下，目前还没探讨到整个架构下设立的问题，所以目前要整个架构在 ECFA 下，整个业务量如何做一个拓展，才有办法再进一步的探讨。那首先是针对整个业务量的扩展，因为整个 MOU 签署之后，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大陆这一块整个业务量可以很明显扩增，但是台湾如何去掌握这个业务量的扩增？那是否是像香港业务一样，直接行香港的形式来做一个拓展？那必须要观察 MOU 签署的实际的内容。那另外一个期货一样，期货业的部分一样，因为整个期货业来讲，大陆相关的整个期货商来讲，它整个资本额是远超过于台湾的资本额，所以台湾的期货商如何跟整个资本相较比较庞大的大陆期货商来做一个竞争的优势？我们台湾优势主要是来自我们整个资讯的内容，还有整个行政就是操作的效率，还有整个绩效效率会优于大陆以外。那其余的优点就是另外我们缺点主要是来自我们资本的会相对比较弱势，因为我们像跟大陆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期货商以台湾期货商来讲，资本是远小于大陆的期货商，所以在针对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台湾是处于比较相对弱势。那另外就是整个商品别来讲，以期货商品来讲，台湾的期货商品相较于大陆商品其实相当是有限的。那
大陆的商品，其实它商品期货和指数期货其实已经追上台湾的脚步。以金融期货，以黄金期货来讲，中国大陆的黄金期货其实它相当的盛行，但是在台湾推行黄金期货的部分，其实它成交量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台湾主要最推行，以期货业来讲，推行最成功的商品就是指数期货，还有选择权的部分。那这部分可能是大陆可能向我们学习，那我们必须要跟大陆学习，可能就是商品期货的部分。因为台湾在商品期货这一端，其实相较于大陆来讲是比较弱势。那两边可以互起互磨其力，那互相弥补之下。之间的不足这样 ，OK， 我们谢谢江先生给我们这个做，甚至还蛮深入的这个探讨，从这个证券到期货部分哈、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金融技术，实际上台湾是比较优，但是呢，有关商品期货，的确台湾在这个商品期货的推展，的确是劣势于这个略逊色于我们这个对岸这个大陆哈、哦，这个重点我想跟台湾的这个市场也是有关系，它的市场规模是比较小，所以刚才也不断的强调到，因为大陆的经营版图是比较大，当我们台湾的不管证券业或银行业到大陆的时候。他就能够扩展他的这个获利商机。不过刚才提到哈，因为很多都是我们自摸真的很小。那么还有说，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一个架构问题，可能里面的细节还没谈到的更清楚。那么刚才我们黄教授提到说，可能要结合 ECFA 的呢，将来去这个签了以后呢，可能说我们现在是个入场券嘛哈。那么最后呢，因为刚谈的也很细项，在入场券之后，将来成为 VIP 客户，这个所谓的 ECFA 到底如何让他能够把我们的入场券结合成 VIP 客户？我这个请。黄教授是不是来对我们民众再更深入的告诉民众怎么去把我们的现实是 MOU 将来结合 ECFA 能够做得更实质？好，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就是MOU 签订以后接着就要谈 ECFA 就要谈实质的进度了哈，就是第二当然产业别来讲是不是把金融业纳入早期收获名单，第二这是已经确定了，那确定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大陆要开放几家过来，我们这边要开放几家过去，然后可以开放哪些业务，那这些都要谈。那现在业界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对方过来的我们可以允许他多少家，然后我们这边呢开放过去可以有多少家，让两边能够等于说实质对等，因为他们那边毕竟比较规模比较大，我们这边规模比较小，然后他们市场又大，又可以容纳我们更多的银行机构过去，那这市场这么小能容纳大陆这么大规模，但能容纳几家，那业务部分，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车二联盟进去，那车二联盟进去那比重到底要多高，是 20% 还是可以开放到 50% 那人民币存款这个新台币存放款业务是不是可以在多久期间可以开放给我们来乘坐，那这些实质上影响到这个 MOU 跟 ECFA 签订以后呢，两岸之间金融机构竞争实力的嚣张，还有对我们金融机构的实质的好处、实质的帮助到底有多大？那这一部分都是目前正在谈的东西，是大家都很关心，业者也很关心。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 MOU 签订以后啊，很多大老板都全部都冲到大陆去了，所以现在要找金控大佬都找不到，现在都全部跑到大陆去了啊，不管是厦门啊、天津啊、上海、北京，现在到处都是。所以在台湾反而找不到，所以这个现象啊，就像当年说要开同学会要到上海开，反而比在台北开容易。那现在要找金控啊，可能老板可能在大陆找他，那比在台湾找容易，所以这都是在 ECFA 谈之前呢，大家很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过去探路，所以 ECFA 谈出来结果到底是开放多少家，到底是开放多少业务，到底是策略联盟可以开放到多少比例，到底分行跟子行设立的实质的标准大概是有多少，所以他们现在都在斟酌，到底谈到什么样程度可以确定到什么样规模，他们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可以达到他最大的竞争优势。OK， 黄教授刚刚讲，现在的金控老板现在要到大陆去找，会比在台湾找比较容易找到哈。不过这应该是这一段时间吧。那么等这个就 MOU 签订以后，签订之后这一段是，所以呢，的确这个是反映到这个大家对这个热衷啊哈，以及大家对他的前景的一种期盼哈。OK， 那么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细项，包括说几家换几家这个问题。就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江先生提到这个资产规模是不一样的。我们台湾任何一个银行哈、啊，再怎么样，这个好几家加起来不如大陆的四大银行、四大行库里面的其中一家都多。所以这个时候在交换的时候，的确需要很细谈。以目前我们互设分行这个加速，以及大陆我们允许他来的现在的状况，卢教授你知道吗？你能不能从你的理解来告诉民众，现在我们在谈这个互设啊，这个银行数的这个情况如何？
当然这方面的议题非常复杂了，好，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三言两语把它说完，但是很明确的几个大概有一些风向球出来，当然是包括像台湾这边希望开放的先以公股银行为主，对，那对大陆那边的开放希望是这些资产价值相对高的这个部分的银行优先，那第二个是说就这个整个数量跟这个整个对等性的要求来看，大概以台湾的市场规模之下，我们如果大概是2到10家，恐怕看起来是，哎，现在最新消息两家了哈，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中国工商银行，已经确定了两家的，就每天都有进度出来了，所以我想大概这方面的这种变化呢，应该都是朝一个比较正向比较善意的方向在推动。那另外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说有关于一些人才证照等等问题哈，其实这部分坦白讲台湾倒是占了点便宜了，因为多数我们台湾的证券期货跟保险人经纪人员在两岸的证照取得是非常积极啊，反而是大陆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到台湾来考照，所以他们反而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台湾人才是两边都可以被用，两边的银行也都可以用，所以就整个就业的未来性来看，台湾目前的金融业跟证券业的从业人员是处于优势。是，刚刚陆教授点出一个是好像很少人在这方面考量比较深刻的，我想刚刚提到一个证照，讨论到人才，就是我们所谓专业人才的就业的未来性，大陆人士那么多，专业人才很多，但是他们的确在早期不像台湾这么的在这一块做比较深入的经营，所以台湾的确有很多甚至大陆考照已经都考到的哈，我想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对我们所谓的财经专业人才的未来趋势的一个优势。那么刚才有提到一个这个所谓两边互换那个这个目前所互设分行的数目的这个这个问题呢，我这里刚好有份资料，刚才黄教授有这个补充过哈。那么刚刚卢教授讲，我们都是现在以公股银行为主，原则上现在我们目前为止所交换的呢是2家换10家，据我这里的数字显示，这十家是哪几家呢？就是我们的国泰世华，因为我们世华银行早在浦东就已经设立分点了，所以这个设立了办事处了，所以国泰世华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三商银，那么还有我们的土银，还有和库，还有中信银哈。那么这里呢，总共呢就有7家。那么这7家之外呢，就是早期最早设办事处可以马上设分行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加上台湾银、兆丰银以及玉山银呢，总共呢总资产额是19.73亿兆，19.73兆。那我们只允许两家来，这两家分别是哪两家？就是中国银和交通银哈，他们的总资产额就是54.27兆。光两家就超过我们的将近3倍了哈，这个呢，或许我们还有更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当人们开始追逐乐活人生的时候，单车终于慢慢回到你我的身边，因为有更远的路，更稀少的人烟所在，有了小哲，可以在汽车停了以后，再多走一段路，多一种生命的领受与体验。有人则钟情于小径车，因为小径车有着小哲的轻便，透过不同的配备选用，它可以是非常高级装备的单车，拥有24种速度的设计搭配，让单车骑士可以选择自己最适当的骑乘速率，变化档次。嗨，学妹走啦，兜风去。不知道现在流行节能减碳爱地球吗？先去买台车再来吧。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醒报现场。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哈 ，MOU 签了以后啊，我们最少大家很注目的，好像大家比较放在台面比较注意的就是银行这一部分，互设分行这个部分呢，我们用10家换2家。我们刚刚讲了，
台湾以公股为主的总共是19.73兆啊，以目前的这个数字显示，那么大陆呢，实际上他们四大行股，我们是让他们的后面两个来台湾，那么最前的两个所谓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他们资本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是用第三、第四，那么这两个来交换，所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就已经54.27兆。这样的一个资本呢，的确让我们感觉上好像是有忧又有喜了哈。Anyway， 那么但对我们两岸的金融这个愿景呢，到底是好坏？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东西值得琢磨。那我们刚刚提到证券这个方面，证券期货，我觉得证券期货除了这金融考照哈，或者证券业可能细节还没定定，但是将来呢，在大陆的这个证券市场的确版图很大，它还有其他的业务啊，比如成交业务，将来是不是有可行呢？因为我想证券到大陆可以协助大陆的台商在大陆上市等等的嘛，哈。那么请问我们这个江先生，这个我们两岸的 MOU 签署之后，对我们台湾的券商到大陆会有哪些好处？您能分析一下？首先，我针对证券业的部分，那证券业主要获利来源其实就不外乎就三项，就经纪业务，还有自营的部分，自营业务。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承销业务，那承销业务就可以帮助在大陆已经开始在运作的台商作为一个承销上市的动作，所以在这部分，在台湾的部分有占了很大的优势。那这部分就是我们证券商如何大陆从事整个承销业务。那目前整个承销业务，大陆现在目前开放出来是 A 股的部分是不直接给台湾券商来做一个承销的动作。那其他比如说上海、深圳的等交易所的部分，那我们台湾是可以做一个承销的部分。那承销的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那以整个证券业来讲，承销业务和自营业务其实占了70%以上的业务量。那以这一块承销业务来讲，对台湾证券商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利基点。那另外的自营业务，因为自营业务的部分就牵扯到大陆官方现在目前开放，除了 A 股不能做一个自营操作以外，其他各个交易所的股票都可以做一个交易。那以自营商的操作，以台湾自营商操作手法来看的话，他要进入大陆市场，其实他已经布局很久。那以目前整个角度来讲，其实只是架构于整个大陆官方整个法令的规定，还有自营他能操作的范围，还有整个你部位的大小来做一个衡量。那以自营和承销的角度，其实对台湾的券商来讲，其实是很有利的一个方向。对，是，谢谢江先生对我们的这个详细的分析哈。这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其实这个国内的很多大型企业都西进了有一阵子了哈，所以有不少的这个台商其实在大陆早就登陆了。其实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如果直接透过我们这个大陆的证券商，其实会有一些阻碍或障碍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当然好像我们这个台商的证券真的到了这个大陆去，是能够协助，因为台商乡情所在，会协助他们能够比较顺利的上市或者发行债券，我相信是有这个利基。那讲到证券，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啦，就是 MOU 签署之后，两边在投资这个议题啊，就是我们将来对大陆的股市有没有办法投资，或他们对我们的股市有没有办法投资，或者我们现在的既有之基金设限是不是有办法部分层数的开放哈？这个我是不是还请在证券比较熟那个江先生您再分析一下，对我们两边这个投资的愿景？就目前为止，在 MU 在还没签订之前，其实台湾已经陆续上，陆续宝来证券已经陆续上市台，就是大陆股市的深圳300，还有等等的大陆的 ETF 指数型的基金来讲，那以台湾来做交易大陆股市，其实到目前为止还受限于大陆法规的规定，他们没办法做直接交易 A 股的部分。那我们在台湾在交易大陆股市的部分，通常都透过 H 股和 B 股的交易方式。那这部分台湾的操作模式，通常都是透过副委托，或者是直接到香港分公司做一个开户，直接下单的操作。那这部分其实，在台湾的证券业对整体大陆的市场来讲，其实已经介入蛮深。那在开放之后，其实在 MOU 开放之后，其实对台湾来讲，它的衔接的过渡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台湾已经很了解对方的市场是如何的。是，刚提到这个，实际上刚讲那个宝来在这个我们讲开放台港 ETF 相互挂牌啊，在香港那个地方是在5月23号开放的嘛，所以的确它等于是先行一步，让两边在这个证券有一点融通了。那么当然以后我听说了，就是今天呢这个投资的 QD 开放可以在他们现在的额度的10%，他们现在募到的有3000多亿，也就是将会有300多亿可以进到台股。这个对台股行情会不会有正面影响？又台湾那一个地方，当台湾是不是有更多民众有机会去投资大陆股市？卢教授，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股票的确是需要资金的哄抬了哈。如果各位看看美国的这个道琼斯，可以从过去短短的20年不到的期间，从不到1000点翻扬到这个1万多点，甚至于一直喊着要破2-3万等等，这些过程的确资金是有这种加成跟哄抬效果哈。所以如果就这个效度来看，当然对于台湾的股民来讲，也许是一个潜在的利多了哈。那但是这个股市是如流水啊，这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想这方面的乐观必须要有一些审慎跟理智。是，那个我也想请教黄大爷，因为你在金融业这边是非常深入，那么这对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两岸在基金以后的 portfolio 里面能够设限对岸的一个股市的买卖里面的成分，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对两岸的股市会带来将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这个问蒋先生比较好吧。这又不是我专长啊。OK， 那证券我们就还是请江先生您试试看，您讲讲看，就是对我们将来两边的股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预期性？其实对台湾的股市，其实现在已经有预期到，就是最主要就是资金热潮，因为大陆目前为止对台湾的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目前完全都未在，完全没有在公开市场做一个买卖的操作，所以他的部位，以他们基金经理人来讲，对台湾的股市部位其实相当于就基金是零。那对整个全职类股来讲是相当有利，因为有额外的资金进来，那资金就会从资金会造成你的价格往上走，所以在台湾的全职股市值势必会一定会往上走扬的一个波段的资金行情。那在这个波段过后，那我们就必须要观察整个台湾的产业是否一样维持这样的利基，以台湾为母公司的方式来做一个经营的模式，以台湾为基地，那以大陆为代工厂为卫星厂的操作模式的话，那对台湾整个股市要再创旺点的机会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你讲全职股，他们主要你说假如现在募到的10%，你是 QD 里面10%的话，3000多亿都会以全职股为主，这机会很大嘛？因为主要是因为整个基金操作的部分还是根据 MSCI 的权重来做一个调配，所以那在 MSCI 的权重的调配之下，应该是第一考量是以全职类股为主。OK。这个有道理。那么但是我们的基金呢，我们对大陆有基金投资上限，那么自从 MOU 开放之后，那么台湾民众是不是有比较多的机会在他的基金里面有更多所谓的大陆成分股，这样的情况你有？那以台湾基金来讲的话，其实在台湾的操作方式就比较活泼，因为整个开放台湾的基金是可以透过香港 H 股来做一个大陆投资、大中华地区的投资，所以以台湾来讲，整个基金的角度来讲会比较活跃，会更加活跃，因为整个开放 B 股可以直接投资之后，可以让整个基金的规模放大。OK， 好，这不过我们讲的是过去从香港啊，不过我觉得 MOU 开放之后，必定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基金里面所以大陆的成分股会加多，让台湾人更有机会能够直接投入大陆股市。我想这是我们这个 MOU 这个钱通了以后的另外一个利基了哈。不过刚刚讲到这个证券，那么我还是回来一下银行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证券业，大陆这个台湾证券可能以帮大陆的民众，这个台商做这个承销或者协助上市或者发行债券。那么在银行来讲，对大陆的台商，他们能做到哪一些服务？那么又对台商会有什么样的好处？黄教授，您这个分析一下好吗？基本上台资银行如果在 MOU ECFA 之后呢，到大陆去设点，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台资的企业应该在融资方面应该特别的容易，因为第一个它跟台资机构、台资金融机构有长期的往来，所以台商跟台湾的银行有长期的往来，对于企业本身来讲取得资金是比较容易，对银行授信来讲也有现成的客户，而且他对这些企业的这个信用条件也比较熟悉，所以我想第一个附盟起立了啊，台商容易取得资金，那台资银行也容易找到客户。那第二阶段就是说，如果能开放人民币的存放款业务的话呢，那台资的金融机构在大陆呢，它也可以在地来生根发展，它可以借着当地慢慢开始出现的中小企业，或者可以说慢慢开始茁壮的一些小型企业或中型企业，这些民营的企业，那将来呢也可以透过台资金融机构的专业来争取这部分客户。我想大陆的一些公营企业、公营金融机构应该比对这些中小型企业比较没有兴趣，他们基本上是做一些国营的大企业。OK。我想这个规划的蛮清楚的，台资银行到大陆能够协助
台商啊，在这当地的融资，甚至人民币业务直接兑换的话，也能够我们刚刚讲互蒙其利，也能够让台资银行能够有多的获利的商机哈。那么这样的确能是我们 MOU 的一个加分的所在哈。那么这我也很好奇，那如果大陆银行来到台湾，那么又会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这样的议题，我们待会呢啊进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做一些讨论。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我觉得也很关切的议题，包括两边的 MOU 签署之后，我们台湾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主权会不会被矮化啊？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待会呢要进行讨论。另外啊，就是既然两边这个资金融通了，我们台湾的很多民众很早就想在大陆做投资的，我们的外的资金会不会外流？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议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讨论。早早早，我失业了，怎么办？你是放假，不是失业。整天在家，别人会不会笑我？你可以做些你想做的事，充实自己。我没失业，不懂了。那你说说看，我来帮你想办法嘛。我很难过，我不想讲。你可以向亲友开口，求助就有希望。向亲友开口，求助就有希望。那你会不会失业？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醒报现场，我是主持人聂建中。那么刚才我们谈了跟 MOU 有关的很多银行证券的议题哈。那么这个呢，我们都知道 MOU 签了以后呢，两边的钱就通了。通了以后呢，对两边的企业啊，甚至银行金融，先对金融业，然后再对金融业能够服务的台商企业，甚至对民众呢，都一定有一些好处，甚至两边都能够获得其利。但是问题是我们台湾还是有一些担忧。其实我们在不管是 MOU 或 ECFA。这个谈了很久，那么台湾有一些意识形态的民众总会担忧台湾的主权会被矮化，到底会被矮化我们的主权呢？我想我们必须要再做这样的一个讨论，来对民众能够适宜哈。那么我就想请教我们的黄教授，请问我们跟大陆这个签署 MOU 之后，到底会不会矮化我们的主权呢？其实啊，会说矮化主权的这些看法或这些人士。我觉得应该是做一个政治操作是没有意义的。既然要签 MOU， 要签 ECFA， 当然就是表示我们的产业需要大陆这块市场，我们需要人家的多于人家需要我们的。大陆 不缺台湾这块市场，但是我们非常缺大陆这块市场。那有这个认识以后呢，现在谈说签 MOU 有没有矮化问题，我个人觉得不仅没有矮化台湾，而反而把台湾呢整个跟大陆这个平起平坐的这种态势呢把它正式的确立下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大胜利了。所以对金管会这次的谈判，我个人是觉得可圈可点啊，尤其是在双方这签约主体里边呢，以台湾金融机构负责人跟大陆银监会、大陆保监会、大陆证监会的主席，用这种的负责人，用这种对等身份来签约的话，其实对我们台湾的国格啊，对我们台湾政治地位。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地位来讲，我觉得是相当好的，应该是相当漂亮的一仗。所以我觉得 MOU 是台湾有史来第一次把这个白手套拿掉，正式的官方对官方，而且双方的头衔都用台湾大陆这两个，这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因为中国大陆通常都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现在把中华民国拿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拿掉不用。那我也不用中华民国，变成两边都是一个两个政府，啊，两边都宣称一个中国，那两边都是政府，政府跟政府直接谈判，直接签约，没有透过任何白手套。我觉得这确实是达到我们早期喊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府是我们中华民国以前期望达到的目的啊，一国两府。那一国两府后来慢慢演变到一中一台，一中一台就大陆是不可能接受了，那一国两府是我们本身就可以追求了，所以觉得这是 MOU。不仅在经济上我们获得最大利益，其实在政治上呢也没有丢掉任何政治利益，反而确保我们原来不容易达到的政治利益。所以我觉得台湾区的民众我们大家应该可以给政府鼓鼓掌，我觉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我们不仅获得经济利益，记者确保政治利益，这是非常难得。那下次 A 克法呢，当然有 MOU 的基础，我想 A 克法应该也可以比照这一次政府跟政府之间，然后 也不用透过白手套，也可以确实的把我们的政治利益把它掌握住，争取我们最大的经济利益。我想这一仗呢，不管是在朝在野啊，双方呢都应该为国家长城的发展，为国家最大的利益着想，然后同心协力，大家给政府最大的支持，其实就给我们产业，给我们老百姓最大的支持。我觉得这次做了非常成功。谢谢黄教授，对这个我们有没有矮化主权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对我们民众做了一个类似心情喊话啊，告诉大家啊里面的一些内容，这我也是很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MOU 签署之后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用，但是它毕竟是代表两个国家或者企业之间的一个相关的名誉或者道德责任的问题，就有一定的约束力。当两国签了以后，不但我们的主权不会被矮化，而且会提升我们类似所谓提升国格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肯定。在早期的时候，我看到有非常多民众在立法院前面挂着反 MOU 反 A 克法的这个旗帜。当我去问那些欧立善问他们什么叫 MOU 什么是 A 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不知。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如果是为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可能就不对了。我们经济走得好，我们才有办法创造我们的权利，那我们的主权竟然会维护。我想黄教授这样讲的，我相信民众听得很清楚，我们大家也都很肯定哈。那么但是还有其他几个我们也担忧的问题，我想从政权角度，我想请教我们江先生，这个大陆的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人，也就是所谓的 QD 啊，来台湾可以投资台股哈，不管他资金多少哈，他会不会造成台湾股市的动荡，这是有人担心，也是金管会里面提出要为这个民众示意的，你说呢？其实资金进来会造成台股的动荡是难免，但是金管会已经承诺说它会有一个管制的制度，那金管会已经开始做一个这个方面的控管的方式，那它是要朝着目前的 QP 的制度，还是针对中国大陆来做额外的限制，那这部分金管会在 ECFA 架构之下会定下明确的基础，那这部分相信金管会有现在整个 QP 架构之下的经验来谈的话，它有很明显的经验上可以克服整个对台湾股市造成 重大动荡的影响，所以在大陆外资要进来台湾，对台湾整个指数造成非常重大的震荡的话，其实有限，因为金管会就会做在第一线做一个监控。哦，这个讲得很好，因为其实我们金管会有对民众最这一方面有示意，就是说不管台湾证交所、期交所或柜买中心，这些只要跟股市有关的，都设有他们所谓的监视制度。这个监视制度呢，只要发现大陆的陆资有一些不当的干预市场的行为的时候，他会尽量进行查核啦。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想金管会也会监督这几个所谓的我们证交所等的做最好的一个监察这个的一个动作，这样以防止我们台股造成动荡哈。不过另外一个问题也产生，就相反的，那么国内的资金啊，因为它可以这个对大陆某一些这个股市加深了它的多元以及它的这个规模之后呢，会不会造成我们资金的外流？那么这股市这一部分也请我们江先生，你能不能分析一下？其实，在资金外流，其实就是整个 MOU 架构下，台湾人民最担忧的部分，就是不希望台湾的金钱所有资金都流入到大陆市场里面。那资金外流的部分，其实金管会目前也已经初步的定了下明文规定，就是你资金要外流到中国大陆西进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提出申请，它是以申请制度来做一个监控的部分。所以在台面上整个资金外流的角度，金管会会在第一线做一个把关的动作，所以在这部分其实金管会已经考虑到这个部分。 OK， 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我想这个江先生已经对这个金管会的一些事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金管会他第一要经过金管会核准，只要我们资金出去，甚至我们的汇出这要需经过这个经济部的投审会哈来审核，那么我们的央行结汇办法里面呢也会来做一些这个限制我们这个过多国内资金外流的一些监察动作，我想这个也是能够让民众能放心，就是我们资金在 MOU 签署之后，并不会这样的就这个外流出去了。那么最后呢，我想最 totally， 我想总和来请教我们黄教授哈。我们这里谈到银行，谈到证券、保险，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黄教授能不能在这里也分析一下保险业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我想保险啊，台湾的保险业跟大陆保险业比较起来，我们竞争力比他们大太多了。第二个就是说，保险业不太受 MOU 的太大的影响，除非一些资本市足性的规范啊。现在我们保险在大陆已经有一些进展了。那现在 MOU 签订之后，可以让保险业
在加速大规模的登陆啊，虽然以前都已经登陆了。那我们保险在大陆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保险是数人头的。那大陆的保险市场是随着经济的成长才刚开始萌芽，所以他们市场呢可以开发的程度非常广。所以对保险业来讲，大陆这个市场真是太可爱、太迷人了。所以现在保险业登陆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星光人寿、国泰人寿这些以寿险为主的，加上中国信托若也拿下南山人寿啊，富邦已经拿下 ING， 这四大金控呢，在大陆啊，我想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这保险是以数人头，所以大陆经济成长以后啊，人民会开始注意说，我是不是有一些保险，不管是健康保险或理财保险，尤其是理财型的一些保单。那这些部分呢，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所以只要 MOU 跟 ECFA 签订以后，能让保险业啊去除一些啊束缚啊。现在提到那个法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键，把它拿掉，那我想我们保险业去大陆啊是可以发挥所长，而且保险业是以吸收保单为主，这保单呢是以当地资金吸收当地资金，然后来做投资。其实大家可以记得，也可以预测了，就不久将来这个保险业啊，吸收庞大资金可以做台湾的股市投资，也可以回归台湾，资金可能反而可以回到台湾来，而不会有资金外流问题。所以我想，不管在野党或执政党，对保险登陆应该乐观其成。好，谢谢我们黄教授对保险业做了分析。我们保险业其实到大陆去推展业务已经行之有年了哈。刚刚讲到这个保险属人头的，大陆有13亿的人口，那么保险业当然虎视眈眈，就希望到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商机能够更为扩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对 MOU 整个这个从定义到我们的深层的内涵，到 MOU 签署之后对两岸的金融机构、对国家甚至对民众有哪一些好处，甚至一些威胁，我们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介绍。我今天谢谢几位来宾，那么当然也希望这个民众啊，对 MOU 这样的一个议题呢，能够更深入去追踪。将来呢，希望各位民众也能在 MOU 签署之后呢，自己将来不管在生活上或投资上，都能够啊走上更光明、更好的一面。好，谢谢各位观众的这个观赏，谢谢。